垂直攻击穿过敌人。瞄准最近的敌人，嗯嗯，我感觉他没菠菜不行耶。 这位小姐，你需要吃点青菜。选手不喜欢吃青菜，可是你需要吃点青菜。哇，他道具这样来我的鸟会很尴尬。哇，不要这样啦。哇，真的不要这样啦。我太难了。哇，书先来了。OK， CP 减少。你看那个哥，放的那个时间。OK， 我们的第一只鸟，我还有我第二只鸟。箱子没了，真的耶，我的网啊！气死伤害增加一个时间。我就也叹一口气了，有没有？不要啊，大哥！我想养鸟哦。45%，
幸运值先拿。减少五秒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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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你没有把我经验值炸掉，你永远都是一个好的五芒星。没有，这是五毫的五芒星。Holy shit！ 反正我东西还在。吓死我了！皇冠要先拿。菠菜吗？不要，幸运值。幸运值要干。对啊，幸运草的功劳。哇，前期拿幸运草加上书，这场舒服多了，应该吧？要看气氛中才知道。只有我买少一只鸟、哦。希望他可以给我，让我完成我的器材之梦。CD， 哦不对，我有两只鸟了，我在讲什么？为什么是生存鸟？很好奇。箱子我虽然很想拿，可是我才走不过去。你等我一下哦。I'm back。感谢追随哦 ，Thanks for following。下一 CD， 上一 CD 很缺。我跟你说 ，CD 不缺，我现在缺的是什么？缺的是伤害。我伤害真的是缺到爆炸的那一种。又拿五芒星，OK。对，我们需要投射弹，我们需要复制器，没错。箱子，又到我最讨厌的围殴房环节，八分钟。我觉得八分钟可以活下去，已经是一个成就。
然后九分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OK， 我们拿到闪电，发射多一枚导弹。这里我们就先拿法力之歌，对啊，我们先把闪电升上去，闪电至少都要三等。那我不小心中了一大堆妖怪，我要死了。我记得我右边还有一块肉，哈、啊，有。我觉得我们先拿经验吧。我发现有时候你不走又不行，走又不行，很难走。CD 减少，而 CD 增加，然后持续时间增加。十分钟也是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的五芒星升级了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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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。OK， CD 减少多一个8%，范围增加，速度增加，所获得经验性增加。所获得经验增加 ，OK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的 CD 减冷却是70%，我们可以一直放五芒星的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。哇，舒服！获得经验值增加先，然后范围增加，伤害增加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先拿一个苦主头，应该没关系。然后我们这边再冷却增加，持续时间增加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可能要拿一个菠菜，我觉得范围我们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的五芒星是直接全地图的话，我们现在是需要的是多一点伤害，让我们 没办法靠近我们一个肉片。再见，谢谢。所以我们这边要拿一个菠菜。我们先把我们的鸟升上去好了，然后法力之歌、十字架、鸟儿，有法力之歌跟鸟儿，他们很难靠近我们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靠五芒星，有没有合理？限时间增加，范围增加，伤害增加，范围增加，然后我们鸟儿还是要升上去。这只很扯是什么？这只很扯是他那个 CD 70%，玩什么都很好玩，你玩闪电啊，玩那个五芒星啊，什么都很好玩。我现在是需要鸟儿，又过一鸟儿。你看这五芒星是一直放，人家五芒星一分钟，他五芒星吼过几秒放一次，过几秒放一次，过几秒放一次。伤害增加，鸟儿，我们还是先瞄准鸟儿先升上去先好了。
鹅。哇，面甲鹅，那我们来拿骷髅头，拿多点经验值。哎呀，我可以挂机了。超夸张，谁一分钟就开始挂机，挂到现在。对，还是对单体伤害，然后会出现那一个比较高的经验值，然后就是全体伤害这样。夸张！我们秒满了没？还没，还一直还没满。这也怪很难接近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歌曲的关系，那歌曲有击退效果。啊，我们鸟满了，我现在是想要上去拿那个箱子，可是有点难呐。再上哪？给我鸟，吐了，哈哈，先给我十字架。哇哇哇！我被打到了，还是会有一点危险。放我增加，伤害还是会有一点点的，不够，一点点的不够。化石中的小蛋，伤害增加。我去冲过去拿好了。OK， 鸟儿。这已经不是伤害有一点不够，而是伤害特别的不够。我就玩这一个。最大问题点是什么？我觉得玩器材最大的问题点就是我没有什么周围范围的那种技能，很容易就挂了。范围增加，我在想要不要拿书算，我们就不拿那个什么。我们就不拿那个追踪器，你知道我现在完全看不到怪有没有靠到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完全凭感觉在走，要拿投石器吗？追踪器，可是拿追踪器我真的会死掉哎、欸。斧头比较好，斧头范围伤害。我现在是缺乏周围保护类型的武器。火球其实还好，我现在是有点想拿那个法球，我觉得法球应该 OK。法杖、圣经，可是圣经没办法升级。可是 CD 可以 ，CD 那个冷却 CD 可以，就是补缺，就是还没办法升级的问题。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种玩法，就是往上下走，左右不能走，只能往上下，因为我们的那个书的那个关系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就真的只能往上下走，就其他地方没办法走了。上面有怪往下，下面有怪往上。
我被他喷一下，我要死。我觉得我们拿分数吧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我被撞一下，我就要挂了。王，起来！王没死，王没死。哇！居然五芒星炸不死的东西。他追着我跑。哇，还是没死！哇哇，居然五芒星炸不死，这不是你敢信？炸死！可是我上不去。上回增加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我上不去，我真上不去，我是真的上不去，不是我要不要上去，是我真的上不去。下去会挂掉，这块不让我上。放我回家，怕是等于没投射弹。啊！你们要不让我上去啦？我上去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让我上，让我上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闪电增加。速度加范围。是真的夸张，那五王星是一直在响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放完 CD 一个一二三 ，OK， 我又开始放了。OK， 我们的魔法之歌升上去了，然后我们的书也升满了。OK， 魔法之歌做事，魔法之歌做事，魔法之歌你给我做事。哇，真的，那画面有够亮的。那只能微调，微调我的步伐。啊，不行啦！我觉得我已经我已经很尽力了。欸，每秒伤害为什么是我们的魔法之歌最高啊？什么鬼？欸，9K 是什么东西？魔法之歌9K， 然后我们的破坏者才 6.4， 然后我们那个五王星才 4.5 而已。其实五王星你看他炸到很爽，可是他那个每秒伤害才 4.5 而已，因为他只有31秒的关系嘛，是这样讲吗？但也太夸张了，好扯哦。